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公寓四楼。我们这个物件会在土城区延吉街。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公寓四楼。我们这个物件会在土城区延吉街，物件总楼高有5层楼，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4楼，全幢将近有25平，目前报价是98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0万出头。这个物件物龄有41年多，屋主持有了11年多，目前因为换屋的需求，单纯的买卖，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现场的屋况，这个屋况确实是原屋况，需要花一笔钱去做整修。由于像这种现场原屋况的物件非常的稀有，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买来 DIY， 像这种物件非常适合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这个物件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们旁边是变电所，在这里要为你们特别告知，也是要为你们特别强调，如果你们本身不在乎，如果你们本身也不介意，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实际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如果有兴趣，真的一定要赶快来参观现场。我们这个物件唯一的加分选项就是我们距离我们未来万大线延寿站走路的距离大约只有600公尺，慢慢走就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室内的格局，先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厨房。我们现场总共有3房2厅1卫，一个阳台，原本是前后阳台，屋主后阳台把它改成厨房，在这边也要特别为你们报告。目前你们看到的部分是我们厨房的部分，早期算是我们的后阳台，目前是我们的厨房。像这种原屋框的物件需要花钱去做整修，如果你们本身有兴趣买来 DIY， 像这种物件包装起来会非常的漂亮，可以依照你们的需求来做装潢，住起来才会更为安全，而且住起来也更为舒服。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现场的厨房的位置跟我们现场的屋况。由于我们目前这边使用的是瓦斯桶，
在这边也要特别为你们强调一点，如果你们本身不怕爬楼梯，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大平数的物件，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但看得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真的是非常的稀有，像这种买卖序号目前是0002，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买卖的序号只有两次。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单纯的物件，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真的是很超值，目前报价988万，全幢将近有25平，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0万出头，总价是真的非常的便宜。再来先为你们介绍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我们餐桌的位置，使用的空间非常的宽敞，使用空间非常的漂亮。再来要为你们特别介绍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我们摆放洗衣机的位置。由于屋主的规划，依照个人的兴趣需求可以做室内变更。如果你们大家对于这种原屋框的物件特别感兴趣，希望你们大家手脚一定要快一点，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但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这个物件周边的环境非常的完善，而且也非常的成熟。这边位在土城区延吉街，延吉街本身就是一个商圈，整条马路商家特别的多，美食街也特别的多。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来现场参观，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周边的环境非常的方便，不管是你们要往中永和，或者是要往板桥，都非常的方便。这个地点加分的选项就是我们这边距离未来万大线延寿站只有600公尺的距离，再来我们这边走路的距离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延吉市场，非常的方便，不会浪费你们太多的时间。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们旁边有变电所，在这边一定要特别再次的为你们报告，如果你们本身不在乎，如果你们本身也可以接受，希望你们大家实际的来现场参观。由于目前我们现场没有电，所以看起来比较昏暗，比较不清楚，在这边也要请你们大家多多的包涵。我们现场只有一个卫浴，3个房间都有对外窗，3个房间采光都非常的好，由于我们是算是边间，所以采光非常的明亮，白天基本上不用点灯，室内都非常的明亮，不会浪费你们太多的电费，这一点也算是一个加分的选项。如果你们大家本身也正在找这种原屋框的物件，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大平数的物件，像这种物件非常适合你们大家发挥你们的所长，买来自行 DIY 做起来会比较漂亮，而且住起来也会比较的安全。这个物件目前市面上真的是非常的稀有，
市面上现在有很多都是包装非常漂亮的物件，但是总价真的非常的高。包装很漂亮的物件俗称投资客的物件，投资客的物件基本上没有办法让你们正常的贷款，这一点也是一个扣分的选项。如果你们大家买这种原物矿，基本上可以顺利的贷到你们想要的成数，也就是以目前来讲大约就是80%最高。如果你们大家本身也正在找这种原物矿的物件，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以我们现场的物况为标准。如果有任何其他的问题，欢迎你们大家实际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也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室内的格局。我们正前方就是我们土城当地的变电所，在这边还是一样再一次跟你们强调，我们总共有三个房间，三个房间格局都非常的方正，三个房间都可以让你们放上双人床，都还有多余的走路空间，使用的空间特别的宽敞，使用的坪数也非常的漂亮。我们一层只有两户，户数非常的单纯，而且我们这个是公寓，基本上没有所谓的管理费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本身并不排斥公寓的物件，如果你们本身也正在找这种大坪数的物件，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室内的屋况，屋况保持的还算非常的漂亮，但是还是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做一些基本的管线更新。我们的格局非常的方正，三个房间还有我们的卫浴都有对外窗，基本上不用担心光线不足或者是室内不通风，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们旁边是在土城的变电所，地理位置也非常的特殊，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二个房间。我们总共有三个房间，三个房间都非常的方正，采光也非常的好，空气也非常的流通。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正前方，正前方也就是我们土城变电所。
现场的格局真的很漂亮，方方正正的，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瑕疵，没有所谓的边边角角任何其他的问题。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现场的屋况，使用的空间真的很漂亮。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房间的格局，每个房间都有对外窗，每个房间都可以让你们放上双人床，都还有多余的走路空间。使用的频数非常的实在，完全没有所谓的公设的问题。全幢将近有25坪，目前报价988万，换算成一坪单价也只有40万出头。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现场目前是原屋况，完全没有整理过，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客气，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三个房间，第三个房间也就是我们的主卧室，这边是我们的主卧室。由于我们这边是巷口，算是一个佛像，如果你们大家并不排斥爬楼梯，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好的物件真的一下子就卖出了，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合成胶，也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客气，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的主卧室，使用的空间真的很宽敞，而且使用空间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如果你们大家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再一次为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延吉街，我们这个物件总楼高有5层楼，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4楼，全幢将近有25坪，目前报价是988万，换算成一坪单价也只有40万出头，总价真的是非常的便宜，尤其我们室内的使用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大。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影片中如果我讲解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我叙述的不是很正确，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多多的谅解。不动产买卖最终以我们的权状为标准，以我们现场的屋况为标准，如果有任何疑问，希望你们大家实际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
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室内的屋况跟我们的格局。接下来这边是我们的客厅。我们现场的规划原本是前后阳台，但是前屋主把它改成厨房，所以我们目前只有一个阳台。现场的格局是三房两厅一卫一个阳台，使用的空间真的是很宽敞。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实际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客厅的屋况跟我们的格局，使用的空间真的是很宽敞。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客气，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这个物件坪数非常的大，将近有25坪，目前报价988万，换算成一坪单价也只有40万出头，地点非常的漂亮，距离我们未来万大线的延寿站只有600公尺，交通地理位置也非常的方便。我们这边刚好位在于中永和的交界点，很轻松的就可以让你们到达我们的中永和还有我们的板桥。再来，我们附近会有多一条北二高的交流道，未来的发展性非常的大，增值也非常的庞大。不管是你们要买来自住或者是要买来收租，都非常的划算。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现场参观。目前我们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客气，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
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公寓四楼。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延吉街，我们这个物件地理位置非常的棒，距离我们未来万大线延寿站走路的距离只有600公尺，交通非常的方便，附近有靠近新建的北二高交流道会在我们附近多设一条。如果你们大家也正在找这种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这个物件周边的环境非常的单纯，而且也非常的完整。延吉街就是我们当地最大的商圈，慢慢走就可以让你们轻松的采买任何的日常生活用品。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想要进一步了解，欢迎你们大家能够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我们现场报价是988万，全幢将近有25平，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0万出头。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2卫，一个阳台，使用的空间非常的宽敞，3个房间还有我们的卫浴都有对外窗，采光非常的好，空气非常的流通。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们旁边是变电所，在这里还是要特别为你们告知，如果你们本身不在乎，如果你们本身也能够接受，希望你们大家真的不要客气，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谢谢你们大家。如果你们方便，也麻烦你们大家能够帮我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们周遭有需要买房子的亲朋好友，我会非常的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